依信称义，你凭着信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，并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仍然怀着盼望去信，就成了万国的父，满心相信神所应许，神必成就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清晨，特别的，请那个牧师同志来带我们今天讨论。很冷的早上，但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热热的心以及我们在这边要来敬拜他的心。那这时候我们要唱第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我要歌唱》。好，我要歌唱。圣经有跟我们说，若我们不起身来赞美造我们的神，连石头都要跳起来。
来赞美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觉得敬拜我们可以带你更多的，你如果觉得这首歌OK 的哈，请你坐下来，没有关系，神知道我们的心。我们今天在这边唱歌，我们在神的面前。记得上个礼拜我讲过哈，刚好选举完，新总统讲了一句话，一定要用华语，也不能用台语。他说谦卑，谦卑再谦卑。如果你念成一千杯、两千杯，那你就醉了哈，用个三千杯下去。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顺服的心，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服事的时候最基本的一个态度。如果我们不谦卑在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无法去理解耶稣为什么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如果我们不谦卑的时候，我们会以为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恩典都是我们自己争来的。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让我们一生能够跟随在他的脚步，走在他的道路，一颗谦卑。
徒的灵修生活，读经就像吃饭，祷告就像呼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常常呼吸？啊，常常呼吸。我想有哦，不是常常呼吸，是每时每刻都必须要呼吸。我们每天的祷告，就将我们的呼吸，就像我将我们的感恩，就将我们的一切交托在神的手里。每天的祷告的时候，神能够透过这样，让我们在他的大爱的里面，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，改变我们背面的生命，也引导我们前面当走的路。而且我们每一天，不管在服事、在工作、在我们的课业，我们都有神同在的时候，相信一切都会变得不同。我们最后通过这首每天的祷告，我们来求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更像主耶稣。心里，感恩我。
生跟随你，完全献上挥霍祭，奉献一生跟随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读每天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，不只是清晨的感谢，不只是三餐的感谢，不只是我们得到你的眷顾时候的感谢。主啊，在我们所有的苦情苦难挫折的当中，我们也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如此的眷顾我们，在每一个时刻从来不曾一刻你眼面不看我们。神，我们就在你的面前，在这边我们就单单的亲近你，我们求你更深更深的进入在我们生命的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被你炼净，不断被你调整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爱你，越来越亲近你。谢谢你今天让我们通过这样的敬拜，再一次带领你与你契合，再一次来亲近你，愿你得到尊崇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